反映你心，人际口音调声，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意，亦没缘分，我都做不紧。Whilst we can't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individual cases, we certainly hope that given that the system is considerably stronger than it was before, that outbreaks of this disease can be prevented. I think it can be treated well, can be controlled. Since the last time, Beijing should have experience, should have confidence.赤炮巡河，督卒相马入营，督卒将军抽车，唔理你，督卒嗱，我三只卒仔已经突围过咗河啦，叫你个主帅出嚟接招。啊，我只主帅使出嚟同啲卒仔玩，我亲自过河，飞弓舞棋，哈。都是形式上，最重要呢就是民意成功过到关去人大常委会。人皆惊呼，人皆赞叹，人为换新时代。我必劝我不要招麻烦，明知我要闯关。我可以上，你就唔俾要上啊！我哋自己接你啊！上級就帶了一隊人嚟，咁然後就拱咗入一間房，咁跟住咧就攞咗回鄉證，咁跟住半個鐘頭後咧俾人回鄉證我，就話拒絕我入境。為心所痴，為心厭惡，難讓猛虎為掛。你接受我的委托，好。确定的任务，那个机场，外面的包间。你还是这个会为主啊，你还是这个会为主，你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就对。你不是多少钱还得来啊？今日的會議其實我哋覺得是有一個突破。我哋民主派議員是可以上到嚟同中央一啲官員去交談嘅話，其實我覺得呢個都是一個好的開始。我覺得呢，達到了這個座談會的目的，確實聽到了香港這個各界啊、各個界別、各個階層、各個方面。反映的不同的声音。若日后大家再见面，必会赠一双虎眼。一二三四五六七，波罗波德。一二三四五六七，哎，正当全世界的运动员啊，为了争取2008雅典奥运的入场券而努力的时候，哎，本地亦都有五位仁兄为了争取2007、2008普选的研讨会的入场券。而努力，他们在日前呢就决定冲关了。那五位仁兄在香港兜兜转转，经过了五岁一桥的磨练之后，终于来到罗湖桥了。究竟五过去几时还呢？我们特别访问了当日有份送别的主席阿杨咩，跟我们说一说的。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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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咯，是吧？我们六十个咁有成绩的运动员，咩啊？有啲請，有啲又唔請喎，咩意思啊？咪即係咩分化咯？不過咁，我哋又唔怕你分化嘅，我哋最多當係開分店嘅啫，
擺多個人喺入邊咩啊？打息咯啊！嗱，總之而家我哋係衝關噶啦，已經去到呢一個五隧一橋嘅環境。咩五隧一橋啊？哎呀，有眼你見啦！啊，喺會場入面幾多人隧啊？啊，開會嗰啲步伐咧就慢過山隧，一路開會嘅。一路人一路午睡，啊，跟住就熟睡，所以我哋五位兄弟咧，一定要做午睡啊，一定要冲关嘅。咁仲有嗰条桥咧，就系罗湖桥，要冲过罗湖桥噶。哎，我哋要过桥，我哋要过桥啊！嗌嗌下，你仲要多个要求添啊！我哋要过桥咪先。哇！原来五支去就两支还。咦？啊，究竟其余嗰三个人点解可以冲关成功嘅咧？我哋不如訪問首席評論員劉樂佳叔嘅，點樣可以過到關咧？最重要咧就係嗰啲磅數啊，唔好咁重，輕身啲啊！啲份量太重又好難過關嘅。啊，仲有嗰啲成分咧就純正啲啊！你放個羊啊，飲個鹹水咧，咁就唔係幾好嘅。啊，最緊要咧嗰啲面口啊，唔好咁黑，啊，亦都不能太白，最好就係啊灰灰地咁啊易過骨噶啦啊！仲有说话唔好咁直噶，喐啲又话啊，距离好远，不知几近，一啲都唔远，企得好硬。咁我哋计一计啦，五个去有三个得，有两个唔得，都仲赚咗一个啊，系嘛？有赚啦，系嘛？饮咗领飞未？啊，未饮领飞嘅即刻叫我请啊，饮大家领飞。嗱，我今次嚟我唔出声嘅，我最主要咧就系听下你哋有咩诉求，然之后我帮你哋长球嘅啫。啊，即系有几个诉求喺度。嗱，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玩紧咩球咧？啊，唔系篮球，唔系足球，我哋系玩紧人球，中意将你哋出嚟出去，同埋排球，即系啲有排等，有排你哋球。啊，你知啦，盟主又好嘥时间嘅啊。一人一票，又一人一句，好多意見嘅，唔似得我哋開會之前啊傾好曬，嚟到咧就係拍手掌嘅啫啊！嗱，而家見唔到唔緊要啊，下個禮拜咧，大人又落嚟同大家見面嘅啊，總唔知就有求必應。不過之前呢，一定要登記啊，做選民都要登記啦，見我哋都要登記啊嘛。誒，小兄弟，侬晓得哇？又话阿拉香港政府啦，有千几亿美金外汇储备啦，点解而家要发行债券周围扑水咁斗踎啦？拢傻得哇？咩斗踎啊？你知唔知啊？不知几多人啊排队啊争住啊，想借钱俾政府啊？有借有还呢啲啊叫做上等人啊！哎呀，耶！我神定义，你搞到周街都系债主，咁啊会影响政府管治威信噶么？呢招咧就先系高招啊！几时都系啊债仔啊，就系我个债主噶啦！唔好讲咁多啦，简化啦！好啦，你火药你攞啲马书啦，嗱，做乜嘢？哎。就算输了亦有限，难过像过山车那么办，前程不管可否感受个灿烂，认真地玩，全心去玩，更好玩。摆喺银行冇利息嘛，所以利息嘅好味嘛，所以用买啲债券就好啲啦。千零蚊一手噶嘛，你5万蚊系嘛？5万蚊有千零蚊咯，你买得十手咪有10000蚊咯。我都唔识住嘅，不过我见个个攞又唔使钱啦，怕咩啊？游戏若有输，也就有赢。除了力气，当然也讲命。初贪玩怎么想搏命，何必面青，何必太惊，快听听。买债券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个报到本是很稳定的收益，而是那个收益是会是在将来提供一个很稳定很稳定的收入的。但是买股票很多时候我们会考虑那个资本增值，那个股价会不会是上升的，那这个是最大分别。所以买之前就想想究竟我是不是第一个情况，我有一笔钱，如果我不买债券的话我都放在那里，
擺喺銀行度，或者擺喺定期入邊噶啦。咁如果係咁的話咧，咁我就可以考慮一下買五水一橋嗰個政府嗰個嘅債券。但係如果話唔係，我筆錢咧我自己識得投資，識得其他用途嘅，我覺得有其他投資嘅途徑咧係可以賺得多啲嘅錢嘅話咧，咁債券咧就未必適合你啦。沒有說過你要戰勝，留下歡樂變無憾，猜猜情尋，猜猜情尋。幻樹可以勝過別人，攞一餐好教訓。安樂死的定義是在故意和直接的情況之下是殺死病人作為治療的一部分，你故意和直接殺人呢其實就是謀殺，要豁免謀殺其實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事。常見的例子呢就是病人根本是有很嚴重的抑鬱，因為抑鬱呢是而沉死，但是他因為他的死的心呢是很決絕，所以在醫生面前呢他不會表現出有抑鬱的病徵。要求安樂死這個呼喚，其實正正讓我們看到社會服務和醫療的發展呢這個不配套，醫療發展延長我們的生命，但是我們社會服務沒有跟上。我們自己都會經過生老病死這個過程，我們會不會在我們未曾病或者未曾面對意外之前，我們主動去幫助其他人去了解生命和更加欣賞珍惜生命呢？喂，食嘢埋面啦，同學，我哋有家鄉雞啊！家鄉雞，大排檔都有家鄉雞，哇，好嘢喎！學生仲有汽水送添啊！哇，咁犀利啊！姐姐雞煲到嚇？喂，我點解係家鄉雞，唔係姐姐雞喎？啊，呢個學生哥，即係枉你讀咁多書啊！啲家國觀念都搞得唔清楚嘅，你真係，我哋中國人嚟噶。家鄉在內地啊，呢啲大陸雞啊，啱啱恢復入口噶，新鮮噶。啊，呢只咧就係我哋今日翻嘅大陸雞，呢只係色水麻色嘅，雞味重啲啦，就有口感啲啦。一般咧就大陸雞比較賣得多啲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中意食大碗鸡来，有鲜味啊嘛！希望政府啊尽快咧俾翻多啲大陆鸡出啦，咁啊恢复下市民食鸡嘅信心啦，等我哋继续有得做落去啦，系嘛？你我谂你哋都唔系好中意食冰鲜鸡嘅啫。星星呼呼躍起，像明日發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現，輕輕叫聲，共抬望眼看高空，終於青天優美為你獻。依家雖然係呢就話為咗心車雞，作為有生意做嗰啲呢就係、是特別開心，咁啊未有生意做嗰啲咧，亦都開心，因為呢就係、是、從今日開始，就意味著呢內地雞呢可以正常啊嗰、那個試港。香港市民絕對放心，那麼內地供港活雞是，是絕對安全優質的。一望你，眼裏温馨已通電，心美麗。
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多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啊，科长，念字啊，哇，咁有雅兴啊！风、林、火啊，跟住嗰个梗系山字啦。呢个就系日本大将武田信玄嘅行军秘技——风林火山。哇，呢排唔系风林火山啊，系风头火势喎、啊！你咁样做法会唔会俾人话你即系拜呢个东洋菩萨噶？咩东洋菩萨啊？佢都系学我哋中国孙子嘅《军争篇》噶。哦，嗱，疾如风，吹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啊，科长，啊，熟读兵书果然博学啊！但系点解突然间对呢几个字咁有兴趣咁咧？你唔觉得呢几个字吓，同、啊、我最近负责嗰单工程好应景嘅咩？哦，你话个跨河大桥工程，咪就系啦，嗱，唔使一个月。所有嘢都拍曬板啦，咁咪疾如風咯。哦，即係快刀斬亂麻。係啦，咁啊條橋喺邊度落腳，幾時落腳，咁啊未有定案，慢慢傾。哦，咁啊即係徐如林，即係你急我唔急。咁啊，演講會、座談會、諮詢會、吹風會就日日搞，各門各派嘅人咧就無任歡迎。侵入到每一個民意的渠道，咁呢個就係侵略如火啦。哦，即係你咪講咯。不過我有曬復稿噶啦，歸根到底咧，即係我不動如山。咁我覺得上頭咧，簡直係孫武在世。咁啊，練好呢幾隻字，咁啊諗住送個牌匾過去啦。喂，我諗你都係唔好喎。何解呢？上頭知道我明白佢嘅策略。一定會視我為知己，咁啊話唔定會官升三級嘅喎。唉，乜你以為上頭真係咁易俾你估到佢嘅心意嘅咩？啊？呢篇《孫子兵法》啊，仲有兩句㗎。邊兩句啊？蘭之如陰，動如雷霆。蘭之如陰，咁上頭嘅聖意有陣時真係好似黑洞咁樣，深不可測嘅噃。而且啊，對面岸都未表態，一表態可能會石破天驚噶嘛。咁啊，動如雷霆？唔係你估？啊，科長，橫掂你手字咁曳咯，咁啊無謂搞成呢、這個即係視覺污染啦，慳翻啲墨筆啦。聽講咧，嗰個北韓領袖啊，金正日啊，訪問北京嘅時候咧，偷偷地咧就去咗全聚德就食烤鴨。點解嗰度啊真係咁缺糧咩？唔係啊，我聽講咧就話佢貪嗰間鋪頭咧烤鴨用正宗炭爐烤出嚟啲鴨咧又香又脆。喂，嗰邊唔係窮到啊，連炭都冇係嘛？係，我聽講咧就話北韓咧就全國應用核能發電㗎啦，炭爐呢家嘢冇咗啦。哦，咁喂，咁北京啊，其實咁多美食啊，點解係要揀鴨啫？哦，我聽講佢對鴨啊特別有感情喎。嚇、啊？當年我哋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嚇、保衛朝鮮嘅時候，主要戰線咧就係鴨綠江啊嘛。哦。很明顯，金正日的訪華咧，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跟中國做好協調的工作。原則上咧，金正日的立場咧，起碼現階段嚟講，就係話佢都係希望咧終止佢嘅核子計劃嘅。咁從而咧就可以得到一啲安全方面嘅保證，得到佢嘅經濟援助，呢啲係北韓所希望得到嘅嘢嚟嘅。喜逢知己倍精神，內心快樂無憾。朝晚眷戀共歡聚。
North Korea is a regime arming with missiles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hile starving its citizens. States like these and their terrorist allies constitute an axis of evil. 最近呢半年咧，中國利用咗呢個所謂朝核危機咧，已經係逼咗美國咧做咗好多嘢咧，係即係有利於中國嘅政策，譬如話逼到美國喺對台灣施壓啦，呢個本身一個好重要嘅籌碼嚟㗎。咁相反嚟講，美國亦都希望中國為佢做翻啲嘢啦，咁能夠喺呢個北韓核危機方面做得積極一啲嘅。月底花間相會，共喜有緣分。跟住柄嘅係《濫谷蚊香劇場》，血戰軒轉大結局。痴心一流。